大马最具影响力的主流中文报之一《光华日报》跨足网路，也与慈济马来西亚分会签订新闻合作协议，在光华网设立慈济专区。我们媒体啊，也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风气纠正过来。那么要纠正过来，不是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的。恰恰好，慈济都长年累月在做这个事情，我们跟慈济的合作可能更有效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。我们能够跟一个有如此有公信力的百年老报合作，而且你看刚才我已经看到他的读者是这样多，这样的广泛，而且甚至到全世界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事实的一种参与。一加一大于二，网路传播正面讯息，善效应也能更立即。带新闻杜慧熙、刘志渊，马来西亚报道。